大家都知道哈，就是一般大家旅游都是自由行啊，或是跟旅行团。你知道精英高端旅游，我们带来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啊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？当然没有问题。我们首先啊，我们精英航空集团底下有两个部门，那一个就是专门做高端旅游的，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就是focus 啊，就是飞机的管理，私人包机。那我们同时也结合的高端旅游跟我们的包机，把它结合起来，让我们的客人体验跟一般旅行团不同的感受。那传统的旅游的话，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灵活，它一定要等，比如说啊，我订了机票，机票的航班是几点，那你可能早三个小时就要去，从小到四人座，一直到正常的这种公务型的飞机到二十人座都有。但是如果要大型的这种巨无霸，我们也可以做到100个人、200个人。有半个这种吧台，里面就是微波炉啊，这一类都有，所以有酒啊，有酒。如果客人有要求的话，里面我们都会安排。OK， 这样。可是会不会有说，我上机之后，然后我要上机之后要，那我们就会帮他安排到的时候，到那时候再。或是说他譬如说飞纽约很远，那我们中间马上停一个机场，从那边再拿。对， okay, 他就可以马上就有。Carina 的介绍之后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很兴奋的要计划下一次的旅游行程了呢？加多乐士，我们下次见喽！